最后一步啊，最后一步我们要保养喷头。保养喷头是怎么样的？就是让喷头保持湿润，不湿润的话它就会干，会堵喷头。那怎么保持那喷头湿润呢？这个有个盖子，盖子上面我们先铺点纸巾，放点纸巾，多放几层啊。这个有个西药，西药就是保湿液、清洗液，通用的。现在我已经倒出来了，把那个清洗液、保湿液倒到上面，先让纸巾湿，湿了之后，就把这个盖子扣到这个喷头上面，压紧它，压紧，贴在喷头上面。贴喷头上面，那么保湿液就贴着喷头，这样的话就可以让喷头保持湿润。